呢，是因为我现在是幼幼班，就是 A3 等级，所以我现在上课他就叫我，就是我问路的话，让别人指引我方向，我应该要怎么走，才可以走到我要去的地方。比如说运动用词前面应该是要加什么，游泳我前面应该加什么动词等等之类的，这些就基本上的基本的用，就让我刚开始不知道怎么表达的话，可以比较知道别人在讲什么。